9月10日上午，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抵达圣伯多禄广场之前，教宗先在保禄六世大厅问候病人和患有白化症的儿童。他说：我感谢你们的到访，非常感谢，我请你们不要忘记为我祈祷，愿我能继续推展我的工作，我亦都会为你们所有人和孩子们祈祷。现在我们一起祈求圣母，她会祝福你们。Prepariamoci ad accogliere la sua parola e ricevere la sua benedizione. In nome del Padre, del Figlio e dello Spirito Santo. Amen. La pace sia con voi. Giáo Tông 在要理讲授中讲到得救的重点，施行慈悲。他提醒我们说，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是不够的，帮助那些帮助我们的人都不够的。为了改善世界，我们应帮助那些无力回报的人，一如天父将耶稣赐予给我们那样。我们为自己的救赎付出了几多？丝毫都没有，他是白白地恩赐给我们的。做好事却不求回报，天父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亦都要这样对待其他人，要做好事，不断前进。耶稣讲述他对门徒的训导，明确表示你们应当慈悲，就好像你们的父一样。因此教会表现得好像耶稣那样，他能够抓紧他的本质，将生活的意义和喜悦传递给他的子女。因为基督徒必须是慈悲的。教宗说他不教授爱和慈悲的理论，他不在世上播种一种哲学思想或者一条智慧的道。当然基督宗徒在这方面完全有所体现，但是这个是相应的结果。母亲教会就好像耶稣一样以身作则，他的言语只是为了阐明其行为的意义。教会的作为和具体行动就是给饥饿的人吃的，给口渴的人喝的，给赤露身体的人着的。很多圣人圣女为此作了见证，很多爸爸妈妈教导自己的子女就好像教导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教宗举例了一位母亲的例子，勉励我们将自己那一份给出去。他说即使是最简朴的基督徒家庭，好客之道始终是圣训，永远不要让有需要的人缺一口饭一张床。母亲教会教导我们关怀病人，很多圣人圣女以这种方式服应耶稣。很多普普通通的男女在病房、养老院和自己的家实践慈悲。母亲教会亦都教导我们关怀囚犯。教宗对此表示，你们每个人都会做监狱囚犯曾经做过的事，我们都会在生活中犯罪，犯同样的错，他们并不会比你和我更坏。慈悲超越所有隔膜，所有障碍。你要常常去寻找人的面容，慈悲改变心灵和生命，能够使人重生，让人以新的方式重新融入社会。此外，母亲教会还教导我们关怀被遗弃和孤独死去的人。教宗说慈悲将安宁给世世和在世的人，让我们感受到天主胜过死亡，让我们懂得若存留在天主内，最后的离别亦都是再见。很多人不怕和临终者握手的基督徒懂得这一点，加尔各塔的真福德勒萨懂得这一点。教宗说每当遇到在路边垂死的人，老鼠已经开始去吃他的身体的人，他就将他们带回家，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平静地在安抚和平安当中死去。
佢給予咗佢哋嘅再見，對所有人都係咁樣。好多男女好似佢一樣做咗呢一啲事，而望者喺天堂門口等待佢哋，為佢哋打開天堂之門，讓我哋幫助臨終者喺平安中有尊嚴咁死去。教宗最後勉勵信友們為咗慷慨，環顧四周，因為總有人需要別人伸出援手，需要一個微笑和愛的舉動。教宗逐一問候在場的信友團體，並提到今年適逢聖庇護十世教宗百年冥誕，稱他是受巨大木靈熱忱所驅策的教宗。公開接見活動結束之前，教宗還提醒信友本週五9月12日是聖母治聖聖明紀念日。Di dedizione e fedeltà.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elis, sanctificet tuum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ielo et in terra. 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Et 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e, sed libera nos a malo. Dominus vobiscum. Et cum spiritu tuo. Sit nomen Domini benedictum. Ex hoc nunc et usque in saeculum. Adiutorum nostrum in nomine Domini. Qui feci caelum et terra. Benedicat vos, omnipotens Deus, Pater, Filius et Spiritus Sanctus. Amen.